东京之间风起云涌，因为有你的掌声。璀璨阳光洒在我肩膀，坚持就是我的疯狂。不要害怕，只管往前狂，今天开始踏上青春的步伐。在士林夜市，那刚刚其他两个朋友就先去便利商店买点东西，那我在外面等他们。然后逛了一下士林夜市啊，其实我发现好多外国人哦，哇，真的不愧是国内的逛夜市啊。对，然后接下来 我就是再继续去逛一下，说看这个士林夜市有什么令人觉得很棒的事情。OK， let's go。OK， 继续 go 士林夜市。我们刚才吃的晚餐超好吃的，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。对，白天会看一个女生吗？就是那个踩高跷咖啡。带点醋很有名哦，是啊，我们出发找寻找更多的人事物。其实刚刚就是遇到很多外国人啊，你一看就知道谁哪一个是日本，哪一个韩国。那么少松肉，对，是。你现在这里干嘛？哇，这时候人特别多。这晚上几点？8:54。有味道。有味道吗？没味道。废话。你走太快了吧！我们被困在人，我们被困在人海中。对啊。哦，就是刚刚买的 Q 快乐 QQ 手，超大颗的，大哥来买，真的超大颗。嗨，嗨。就是去买东西啊，买什么？然后就随便了、啊，然后他就说，这样总共100元，然后就跟他说，谢谢老板。然后嘞，就走了、啊。你这很劣质，真的劣质。跟你开个玩笑。来台北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在当真，我就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刚刚买的鸡排，哦，超大又好吃，真的推荐来看，推荐来吃。那本身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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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好多士林的十全排骨哦，超多人。走这边回去。对，这边士林夜市真的超多东西的。连胖这个都已经飞出了，没有，我不胖，我就怕那种。哇哦，这类似酒吧的地方，很多外国人。哇，还有地下室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！时间逛到这边了，对啊，这是超酷的，林宥嘉的，酷的车子啊，他们还是要买一台壁纸。嗨，各位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们准备出发去天母球场了。昨天出发去天母球场，早上的士林夜市跟一般的市场一样，这就是早上的士林夜市。卖水果啊，卖什么的？各位，我们抵达天母球场啦！一行人终于来到了，终于来到天母球场，好久不见啊 ！OK， 我们准备，等一下下午一点就要开始比赛了。贼球出手打高了，其实打得并不理想，有守备的机会阻碍野手，现在还在跟球，最后好有惊无险的接杀这个飞球，抓到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局数。要中场打击，抢下好球数，贼球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，两出局。来到台北车站喽，准备去搭高铁喽。第一次来到台北车站，第一次来到台北车站，先休息。好，我们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吧，找个地方先休息吧。来，
是，这班是我们。我们是，你检查票是1214的。1241，对，1241。我准备走了，拜拜，小心哈。我等下走的时候小心哈。你看到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错我们北七，北七，北七，拜拜。之前左错边不告北七，好了，我终于到屏东了，接下来再搭一下公车就可以回家啦。还是屏东好啊，真的还是屏东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在下面按个喜欢，按订阅并敲个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